大家好，我们要谨代表我们马来西亚新议会，欢迎大家参与我们40天的忆苦期的灵修属灵运动。我们在这忆苦期里头，我们呼吁大家一起的来进入默想耶稣基督受苦的日子。忆苦期代表从我们的圣辉乐开始，一直到复活节40天。40天里头，我们马来西亚新议会的牧者会透过视频来帮助大家一起有美好的灵修的时光。在这灵修的时光里头，我们也一起来默想神宝贵的话语。40天的这个的忆苦期，帮助你我一起回到主宝贵的话语里面，像摩西在西乃山40天的禁食祷告，像以利亚他在罗藤树下40天天使如何的引领他，像耶稣基督40天的禁食祷告如何胜过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也呼吁你在这忆苦期40天的灵修祷告生活里头，我们一起借着神宝贵的话语，一起回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苦路，来自我反省，来悔改，来默想神的真理，十字架的爱，让在这40天的忆苦期的灵修生活里头，我们一起在属灵上彼此的守望。这也是我们马来西亚信义会透过每一位的牧者，他们借着这个视频的平台，帮助你我一起来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苦路里面，来默想耶稣基督，来带来十字架的盼望，让我们可以展望前面的日子，如何在基督里面我们同心信望福音，在基督里面我们同心彼此守望成长，一起见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一起展望十字架的荣耀和盼望。再次的欢迎大家坚持到底40天，与每一位的牧者美好的灵修的时光，借着神宝贵的话，我们见证40天你我的属灵上的改变和成长。愿神赐福大家。